好，各位观众大家欢迎收睇数码 channel。咁 我平时又踢开波啦，咁我就系着惯咗 Nike 嘅 Hyperfinal 呢个款啦。咁唔系因为中意尼马就去买啦，中意嘅拉莫斯啦。咁对尼马就个感觉就一般般啦，正正常常咁。咁点解会买呢对呢？一嚟我就呢、这个 Hyperfinal X 即系 Nike 里边最新嘅系列啦。咁然后一嚟佢高筒，我就未试过着。高筒就想感受一下咧，因为我平时着开都低筒，同埋之前即系未出Football X 嘅时候都未出高筒啦，再加埋 Adi 嗰啲高筒，即系不知所谓啦，话高其实系低到咩咁。咁点解会呢对？一嚟佢个色系非常之靓啦，佢室内咁即系啱埋石屎地嚟踢嘅，咁你见到佢啲纹咧系非常，即系佢啲凹凸纹系非常之好啊。再加上你睇下佢个背面咧，佢系。我个人认为系非常极之超级无敌感应，因为其实净系佢嗰啲纹系真系已经可以吸引到我买啦，再加上佢系超级型，即系佢嗰啲凹凸位系非常之系真系即系你会踢落去嘅时候咧，会磨得实粒波啲咯。如果你冇纹嗰啲，就会嗰个质，即系你踢落去个感觉会差少少咯。比起我覺得呢對係仲型過 Jordan，黑色或者係白色嗰對嘅，咁呢對係咯，咁呢對就係新嘅 Hyperfinal 啦。好，今集到呢度先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